这次乳癌第三期性林哦，他从34岁到38岁花了5年把控制住乳癌第三期哈、哦。那38岁那年跟他的老杨是杨美都教授说我要生小孩，我要怀孕。那杨教授加点哦，因为一般人得到癌症多就不晓得明天还有没有存活，怎么可能想要生孩子？那他从38岁到46岁这8年。找遍了所有的医，从南到北，所有的医院、所有的医师、所有的庙宇，他都拜过，也都求过，都没有成功。但46岁那年，他下定决心，最后一次机会给伯恩妇产科，在伯恩妇产科再没有给他怀孕的话，他就离婚了哈。那他跟我讲这句话，其实我压力很大哈。那还好，所幸我们没有辜负他的期待，我们让他生了龙凤胎。那时候记者扣号，他不想接受面对面采访。他告诉记者，我不晓得他后来有没有做到。他说：“我要抱这一对龙凤胎，把我以前还愿过许愿过的那个庙宇全部拜过一轮哈。那我希望，因为我们跟神明的约定一定要去说到做到，否则的话，在民间的传说可能会受到一些惩罚。”下一个。